了 ，Yes baby。你们觉得今天好玩吗？我要感谢台湾记，台湾记有看到我这一匹黑马，他们赏识我，找机构来台湾记演出，谢谢台湾记。不让我出玩的超新星，我都不知道可以去哪里表演，我只能每天开着车听自己的音乐。你们会不会唱这首歌？会的话就把声音给我，可以吗？我要说，你们来聚光的现场演出是一件骄傲的事情，因为你们听了聚光唱了金属以外的东西，这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。酷。2023年4月2号台湾记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鼓手彦文，谢谢技师叶俊成，谢谢文浩 DJ， 谢谢台湾记，谢谢有来的各位，你们发个嘴巴，谢谢，拜拜。